咱即条申请敢有人办啊？有大家有办过遐手？哦，大家拢有办啊吼。啊，咱办即条申请的法源，诶，即条申请是讲，咱民政府成立吼，然后咱讲啊，我要发申请，甲你确定讲你是本土的台湾人，啊，咱着随便叫人印刷爱用。
因为咱为着人权，咱去控告美国，然后美国
即种就是代表台湾的啊，伊讲无哦，你提这张中华民国的护照吼，这顶面就写你Republic of China啊，所以你是中国人啊，你要入去一定爱提中国的身份证啊，无你若提伊的驾驶执照嘛会使啊，第二，迄人伊阿那个都联合国就是不承认他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的 ID 吼。 你不只人民免得去袂当入去哦。另外，也他加上中华民国护照不止观光遭拒，连驻外官员、进联合国、洽公都被绑哦。这你着知影讲，国际吼一直慢慢啊在甲这个中华民国已经在甲排除啊吼。你若是一个正常有主权的国家，像伊讲讲咱台湾是伊的领地吼，中华民国的领土吼。 那这张护照应该可以用，为什么联合国他不要让他进去哈？不然让伊要想这个问题。中国人定在讲自古以来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到底是安尼？啊，你若走去往台南的迄个什么呀？赤崁路，伊顶面有迄个画迄个图啊。 地图，他竟然把台湾的土地和中国土地是甲画做伙吼，迄足荒谬吼！伊讲安尼，就咱表示讲台湾自古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吼，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源吼。咱来看，这，咱来，要知影讲这个血统的问题哦，咱看这 DNA 就上准吼，啊，咱 DNA 就是你若要找找这个这条吼。 这条线路，这条就是 M174哈，因为这较细条，我讲大概哈，这个较大用哈。M174伊是对非洲走出来，然后过即印度，然后缅甸、越南、菲律宾、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韩国啊，东三省加，然后到到伊的中原哈。M174。 所以你注意看，台湾这我们咱住伫台湾这迄个人民的迄个 DNA 吼，伊是对遮出来靠中国，伊毋是对中国倒转出来吼。所以你若看这个科学证明吼，咱就知影讲，什么人是什么人的祖先，咱台湾人是因中国人的祖先啦吼，甚至。 咱的迄个字吼，咱卖在用汉字，伫迄个基隆的迄个社寮岛河滨岛出土的迄个太古石碑吼，伊即卖即个放伫迄个京都吼，京都的一个博物馆内底吼，即个文吼是属于蝙蝠文体吼，年代早于文山渔网的古老文体，因在5000年以前。 显示台湾历史文化应该有6000字1万2000年，中国伊咧臭大讲伊的历史几千单，5000单嘛，结果咱台湾的历史是6000至1万2000年哦。咱6000至1万2000年，咱就有这个问题啊。咱是这个问题，然后一传传传传，伊搞中国，伊甲改做汉字啊，吼，伊才一万只。 我叫我无写，那这个是传谣遐，伊甲变做因的汉字，所以人家讲这理想大出来，就是对倒来出来，伊等台湾出来吼。这伊这吼，这文物吼，你若讲以国民党发现的这一个，只好我讲伊老早来毁掉。 那这个在这是伫日本人发现的吼，所以啊，这物件去给当年因日本的这个博物馆保存吼，所以靠这个物件出现吼，咱看吼，咱要知影讲，哎，原来咱你讲，有人说网络讲，啊，你若要写，你若无同意投中华民国，你卖写迄个繁体字啊，卖写咱的汉字，所以你来看，汉字的原始的祖先是伫咱台湾过去的吼。 伫林玛丽
你嘛利益就是咱伊迄个长庚医院吼一个著名的 DNA 的迄个医生吼，伊就是著作这本书吼，伊家伊的迄个医生的迄个对这个 DNA 学艺的诶，这个分布吼，台湾哪个分布伊家做一本册，伊讲台湾85%的迄个血液吼，拢有平埔族的迄个血液的 DNA 哈，所以不是讲85%，伊15%是中国人，迄个问题，因为85%是大部分的，剩下迄个15%吼，是各种人，你白日本人啊，韩国人啊，什么人啊，所以咱看这个，咱就知影，咱若有兴趣的时阵，咱买伊的册来。继续的，咱知影咱台湾的 DNA 的迄、那个。在语言的方面吼，即、這个菲律宾也是遮个马来西亚遮个较那个原始的部落吼，因咧讲的语言，有诶族的语言，含咱咧多数族的语言吼是相通的啊吼，所以也当证明讲咱台湾迄个 M174 的迄个流程吼，伊是。对，吼，非洲然后菲律宾才慢慢啊过吼，所以咱台湾吼是属于南岛语系的系统哈。来，咱来讲这个殖民地时关下的领土权哈。这个殖民地要产生吼，就是爱情发现哈，就发现就像什么人先发现这个土地，然后伊就有发现权。然后有发现权的时阵，也当宣誓吼。你看，像迄个哥伦布伊第一眼，吼去航行的，甚至来到迄个美洲大陆吼，结果伊，但是伊就发现到古巴岛，然后伊就开始，伊就立刻宣誓讲，这个古巴就是西班牙的领土吼。所以伊对古巴宣誓古巴的领有权吼。然后宣誓了的时候。这岛顶边已经有大原住民伫内底嘛，所以就爱有侵略。比方吼，只有口头宣誓不能真正享有领土，因此必须要用武力侵略吼。啊，来伊个是爱征服就得叫征服语言的征服，有教育的征服，有宗教的征服，吼。你若总要伫这个殖民地吼，你要。爱有长居久安吼，就是一直甲这个土地吼，一直甲压榨，一直甲提伊个物件出来吼。你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去甲征服，因为你若种无用和平的方式去征服吼，即个人也想着，特别是吼，伊就甲你抗议啊，是甲你抗争吼。所以，即个外国人伊要征服这个土地的时阵吼，伊拢用宗教。较早日本人，较早荷兰人来咱台南的时阵吼，伊就是用宗教的迄个力量征服，所以台南遮的西拉雅族吼，遮的西港区吼，西港区遮吼，95%拢是信奉基督教含天主教吼，所以伊若种用这个宗教来甲伊征服的时阵，有足大的好处，就是伊若种含。侵略者吼，主权者有意见纷争的时阵，伊就讲，咱信同款的宗教啊吼，咱伫上帝下骹，咱大家拢是一家人吼，咱坐在那好好讲话，啊，所以用这个宗教吼来去征服吼，是上盖好的吼，也最有方法啦，因为咱对迄个神的敬奉拢是敬而远之嘛吼，那么神不可侵犯啊，所以。用这个宗教的去做侵略哈，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诶，这个哈。诶，班长，他不能不见。显示器坏掉。他那个显示器怪怪的，我用这样子放可以吗？这样子吗？看你有没有办法按。不能全萤幕吗？
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不一定。那的话，咱台湾的这个族群的分布哈，上界顶管这个是龟轮族哈，来的是夏塞族、道卡斯啊、巴泽、布拉、巴布拉、毛乌拉、少族、红牙、西拉雅、马卡道、台湾、雅美、卢凯族、卑南族、州、阿美、沙奇拉亚族、泰鲁格、塞德克、格马兰、凯达格兰、巴塞哈、啊，中加塞亚族、布隆族。你看咱台湾较早只个族群的分布吼，全部台湾有24个族。咱这个族群的分布吼，伫因欧美时阵吼，因看个吼，这就是标准的殖民地啊。因为这是属于部落型的部落的形态哈，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，把这个部落24个部落拢来统一起来，所以因这个迄个荷兰人啊，是西班牙人来吼，一看到福尔摩沙，讲哇，阿开始接战，这土地要领土，结果拢无一个政府在甲管理哈，结果他就被侵略哈，这个是标准的殖民地的部落形态啊。第二块，荷兰人来的时阵，伊是占领伫吼中部、吼台南、甲屏东、啊甲台东遮个一部分吼。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，啊，中间是大陆王国，大陆王国人家最厉害，伊动伊家吼，这个荷兰人安那拍都拍袂过吼，这大陆王国现在是很厉害。然后，伫这绿色加的西班牙吼，诶、哦、占领区。你看嘛，他在荷兰人伊是东印度公司来，伊是一种民间组织，伊喏会让因荷兰人的政府吼可以授权这个东印度公司吼，含地方的人士啊是就没含，还是含外国签订合约，甚至吼这东印度公司也做厉害哦，伊甚至会当发行自己的货币吼，啊，你睇下。哎、啊，伊这是民间组织，啊，你看咱的 AID 足神吼，咱 AID 嘛是民间组织哦，恁那边毋是美国的官方组织哦，因为美国有禁止讲因的官方的人员啊，袂当含咱中华民国的官方人员接触吼，所以因拢是用民间组织咧接触吼，这稍微小小。啥物讲即个安平古堡？这个安平古堡吼，伊原本毋是做安平古堡，伊是从美国来的第二任的市长吼，他甲咱改做安平古堡。伊原本吼是滨田民兵卫碑啊，啊，啥个安平古这个滨田民兵卫吼，伊伫这个荷兰人伊伫这个荷兰人统治的时阵吼，我来讲这个故事，就是。并且民兵卫伊拢是咧做即个绅士的行李，啊伊含本土的迄个平埔族吼，拢有一寡生意的来往。啊，荷兰人吼，伊有哪是常常咧压榨咱平埔族啊。啊，有一天，荷兰人看讲，并且民兵卫拢含咱本土平埔族咧做行李吼，咧这利益足大，伊就甲并且民兵卫讲，你安尼私下的迄个做生意安尼袂使。我要甲你抽10%的税金啦、啊。这个，这个滨田民兵卫吼，伊就心内就做袂爽啊，伊就拿走去日本本国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幕府讲吼，荷兰人吼、哦，伊伫遮吼要迄个甲我抽迄个10%的税金吼、哦，予咱这个贸易吼、哦、有受阻碍，所以幕府将军吼、哦，伊就拿派一寡军兵。军队啊，含迄个武器吼，民兵卫，伊带来台湾支援。结果这个民兵卫伊转来台湾的时阵吼，去予荷兰人迄个消息走漏，啊荷兰人怎甲人进啊，甲掠起来。啊掠起来了吼，这個、民兵卫也足聪明吼，伊怎想尽办法吼，怎逃出来？伊不止逃出来，佮绑架当时的总督吼，迄、那个。
路易斯吼，彼得路易斯甲伊个囝吼，甲绑架去迄个日本吼，啊然后，因即个荷兰人他含日本人吼两个交涉，讲安尼，讲你哪种无要开放台湾吼的即个有关贸易的部分吼，迄个我日本家的迄个对你荷兰人贸易我嘛要甲你封锁，迄个荷兰人无法度啊，想他。开放台南这个区域吼，或者高山自由贸易区吼，即阵李炳辉吼，伊他怎啊完成伊个任务吼？我即摆是要讲吼，像啊开，咱讲中国吼，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吼。像台湾人并不足以遇到问题的时阵，伊无去甲中国求救，伊是直接跟日本人求救吼，所以。你对这看到，你就知影讲，中国较早的势力吼，并不止台湾吼，所以含这个民国主含日本人是上好的吼。啊，这嘛是有原因啦，因为吼，因为较早日本人吼，真足早吼，因为这咱台湾是岛屿的迄个结构嘛，所以日本人因足近来都琉球遮吼。过来，虽然琉球较早是伊个王国，不，他这样子过来吼，对于台湾，然后含中国咧做生意吼，这个部分吼，听讲是比较有利益啊。你若讲直接吼，中国含日本咧做生意的时候，你会直接有靠税金。啊，不，你若讲经过台湾的时阵吼，他可能有一些贸易的迄个漏洞吼，所以他那个就可以免税吼。荷兰人来台湾的时阵吼，也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。现在荷兰人来台湾的时阵，伊个直接用汉语吼，来去翻译伊的圣经吼，咱这平埔族，伊直接吼，伊就是把这咱平埔族的语言吼，咱平埔族的语言，这边叫右边这边叫吼，左边这边叫是荷兰语，啊，这是咱平埔族的语言。荷兰人吼，伊个伊个语言诶使用方法，就是用罗马拼音吼，把咱个语言平埔族个语言翻成圣经，用安尼来传教吼。咱若种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应该就是吼，就是应该用汉字啊吼。所以咱安尼看这张图，咱就知影讲台湾自古以来吼，毋是中国个一部分吼。平埔族跟汉人之间有土地的买卖行为，平埔族便以新港文哈，这个罗马语翻作平埔族的话哈，这个文章哦有一个专有名词的是新港文哈，啊所以平埔族跟汉人在写契约，伊竟然跟汉人在写契约，伊嘛是无用汉字哦，伊嘛是直接用这个。有这个罗马拼音的这个平埔族的语言吼，来去写这个约定吼，所以人家吼，人家还有伊就讲翻阿克哈，翻仔气哈。到嘉庆年吼，这个清朝因为伊来到台湾的时阵吼，伊这个汉人吼，伊较普遍吼有满化政策啦。所以伊较普遍讲，含汉人咧订契约时阵吼，伊较有一个人写汉字哦。不过伊是惊讲汉字哪咧写上，你若知影中国字吼，中国字咧写，你会知影讲有诶陷阱足侪吼。所以伊为着要躲避这个陷阱吼，伊边啊有哪是写这个新改文吼，即用罗马的拼音来写吼，伊来用两边来去比对吼，即含。他们想新的条约拢写上吼，那写新条约就是银幕和画文拢做一下吼，那这个也差不多。所以第二话，得先讲伊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来台湾的时候，伊蛮多占整个台湾的部分哦。伊刚才这个红色的部分，哦，郑成功来时，刚才红色的部分，所以伊来讲反清复明啊，其实我咧看。即个历史文献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讲，伊毋是真正反清复明啊，因为伊较早吼，甲荷兰人赶走吼，整个
伫荷兰人含即个西班牙人吼，伊伫台湾的遮个贸易，遮个贸易遮个资源吼，整个拢是郑成功伊接收嘛，所以伊接收的时阵吼，像这种贸易的，诶，迄个钱赚到足大啊，所以清朝的人伊看到，他当然会眼红嘛，所以清朝伊就派兵来打郑成功。按咱即摆咱个迄个文献吼，伊要甲讲，伊是反清复明，讲就想讲来遮，所以咱去另甲写讲，诶，郑成功是要反清复明，啊，迄个清朝他走来甲拍吼，其实我感觉这种贸易的金钱制度会比较恰当啦，因为较早这个地形讲吼，伊嘛是算海盗啊，海盗是属于无国籍的吼。到有啥物人讲，民调嘛都不能讲你海盗变作伊的国籍，安尼人讲你民调你是咧创啥，你着做咧有诶无诶啊？咱伫大明的文艺图内底，咱来看这个大明的地图，海南岛伫遮吼，啊遮日本、韩国，伊遮无写无画台湾哦吼。你看领土，伊的领土内底吼。你若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从明朝开始的时阵吼，应该就是他伊咧管理的所在吼，伊就是拢两大块的领地伫内底吼。所以咱看这个地图的时候，咱就知影讲，台湾哦，较早伫明朝的时候，伊嘛毋是伫，嘛毋是属于中国的啊吼。伫清世宗雍正的所搞文批。台湾自古未属中国哈，啊，这是因清朝的公案文件。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哈。第二个，大清一统志卷第271哈，台湾府自古邦服之地，不通中国，属日本哈。这拢是因官方的文件，所以中国咧讲自古以来，还蛮多话古，多话古啊。那八百年，一百多年前而已哈、哦。那你清朝伊就讲，台湾伊毋是中国哈、哦，不通中国哈、哦，是属于日本哈、哦。像个也讲咧，较早我头头咧讲吼，即、這个兵平兵会伊拢伫台湾遮咧做一寡生意吼。那大部分日本人哦，你若靠有做生意的迄个知识吼，伊也拢，伊也拢来台湾啊。啊，不过吼，来台湾做生意的时阵吼，佮德川幕府吼规定，即个进迄个海禁啊，含迄个海禁，所以吼，伊即款锁国政策吼，所以伫台湾的日本人吼，伊嘛无一定讲，大家拢唔等于日本哦，所以伊到底。我有一寡日本人吼，伊到伫台湾吼，变成台湾人吼。像咱诶姓吼，有姓李啦、姓陈啦、姓蔡啦吼，即个是因为满清伊诶世姓政策，咱毋是咱本土台湾人吼，咱遮比古厝毋是讲对中国遐过来，伊用世姓政策吼。把咱台湾人的迄个名给改了。雍正八年归附60多万人用汉姓哈，血统接到中国祖谱哈。你看，你看伊在列个怎样？60多万人用汉姓名，血统随接到中国祖谱，表示讲啊，本土的人根本无中国的姓氏嘛，所以是你哪来我的？叫你姓啥，你就姓啥肖。那咱那高级班有一个讲说，这潘良华吼姓潘的，就讲因咧做生意的，就是住伫迄个水边啊，水边的番啊，所以他就叫做潘。吼、哦，他用这种方式的去改你用你的姓，改你的姓吼、哦。你若要改姓，要要叫满化的时阵吼。满清政府，伊哪有是用强迫的？伊毋是，伊咧强迫是，伊违抗者伊爱斩头啊。所以咱要管的时阵，满清政府来的时阵，咱要管的时阵吼，
本土台湾人这拼不住啊，是高山族的话嘛是会惊啊，所以一下子整个吼，拢完变成因的人吼，变成因的生，就是因为他们有极端的一个政策吼。有的人讲讲什么登山讲登山嘛吼，吼讲像迄个白人啊，讲白人他讲的话就比较粗鲁一点吼。讲台湾人是迄个中国人怎么出来的吼？其实吼，你注意来看，伊伫清朝时阵吼，有禁止汉番通婚哦，吼，伊在禁止汉番通婚的时阵吼，你若要结婚的时候，伊抓着伊，甲你站一百下吼，叫你离婚，吼。啊，你若总有结婚过的时阵。有结婚过的时阵，就是你永远拢袂当去当伊班主的迄个社区吼，所以有这种禁止汉番通婚吼，你讲咱的血统都要含中国汉吼，这种比较少啦，真正足少的吼。我感觉上侪就是1945年9月1号以后来台湾的这些人吼，啊，甲1949年迄个因撤退来台湾这些流亡难民吼。啊，咱台湾咧较袂食吼，这种的通婚的，这就较侪啊。因甲咱用迄个汉姓吼，甲咱满化吼，吼伊有一个步骤吼，就是升番，有升番伊就表示讲伊满化较浅，缩番就是满化较深吼。啊，啥有分升番含缩番呢？伊说翻会当符合编辑纳粮印差吼，即表示讲你会当做政府的官员吼，啊做一寡公家机关的即个生理吼。啊，即文化较深有哪好处啊？你若做文化较深的吼，我想讲你有土地，你会当向汉人吼直接诶，伫即个衙门顶面告诉吼，你会当公平的审判。不过你若做是升官吼，万贯交钱的，清朝也着根本无要插这个升官的人吼，伊直接就判给这个汉人吼，所以一挂人，全规个拢挂语言啊，咱个语言拢袂记一条吼，就是对这边来。你看清朝伊甲咱统治250几冬哦，260几冬，结果咱台湾比武族的语言都袂记一条。你也感觉讲，这搞啥？你感觉中华民国来台湾才判70冬尔，咱的囡仔有一代囡仔，台湾话就无啥要讲的吼。何况这个200几冬的迄个统治吼，所以咱讲这种对地方的这种语言、那风俗习惯的这种压迫吼，这是很严重的吼。再来高沙族就是。咱个昭和天皇吼，伊认为讲番人吼足歹听啊，尤其是艺术，所以甲在咱遮个迄个较住伫山顶遮个迄个原住民吼，甲改高沙族。啊，即个平埔族吼，就是1935年吼，总督台湾的总督户口调查规定，甲改缩番为平埔族吼。啊，即个迄个结果就是安尼。这个牡丹社事件哈，每当证明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，因为琉球的渔民哈，伊捕鱼啦，啊，这个捕到这个红海的款，跟伊伫这个牡丹哈，这个小这个所在哈，搁浅，这个叫当地的迄个排湾族，我甲抬啊，抬到要了尔。这个伊即轮休台时，即走向日本吼，甲日本政府抗议嘛。因为日本政府当伊也清楚吼，抗议啊，甲伊也门讲啊，因为呢，清楚也门讲吼，台湾升藩是我化外之民，问罪如何丁平贵族办理吼，贵国办理。台湾虽然叫清朝伊关了有侪冬吼，200几冬，不过伊也讲嘛，伊嘛是讲咱是升藩啊，哈，升藩就是这个藩哈，意思就是外国人。我们被他管那么久，他对我们的认定啊是外国人啊。
台湾伫清朝啊，是伫荷兰时期吼、哦，台湾人吼、哦，拢一直吼、哦、没有一个国籍在，外国人，伊对咱台湾的这个处理方式吼、哦，伊也是殖民地吼、哦，后来在有因为这个甲午战争吼、哦，甲咱台湾，甲咱台湾的台湾人吼、哦，较有一个迄个有国籍的一件一个曙光吼、哦。我想讲，你一个曙光嘞，我较听讲故事。即、這个甲午战争是日本天皇向大清皇帝吼、哦、说怕的吼。因咧打仗的时候，咱以开罗宣言顶讲有咧讲，咧讲自诶、欸、日本自中国说窃取台湾澎湖吼、哦，应该归还给中国吼。哦伊用窃取的，啊，现在伊在讲窃取，我来给他打翻译，讲窃取的证据哈。甲午战争，这个诏书是木人。